是我后悔，是我有福气，我才有你这款的好打击。我妈安尼保护我，安尼疼惜我，我真正足感恩的。你是要来创啥？我唔准你讲，我唔爱接受我，咱两个的缘分还袂断啦，嘛袂因为安尼就结束啊？那不是亲情，你用心照顾我。 我甲咱们分开迄段时间，我早都已经取消啊！我嘛无可能这么紧，我都恢复正常啊！在我的心看来，我早都把你当作是我的查某囝，你是我苦命红一世人的查某囝。 就专制，我甲伊讲，我即世人绝对无会生一个查某囝，互你管。查某囝，啊，啥物查某囝？人生，你有啊哟？哎呦，查某囝嘛好啊，有就好啦。妈，唔是啦，阮是咧讲人生阿姐代志。哎呀，别人伫咧谈恋爱，管你啥物事代啊？管遐尼济，啊，吵到我拢袂当困。 人烦恼，亲姊妹啊，迄叫做关心。谁参像你这样子自私啊？为着家己爽，去破坏别人的家庭。既然良心狗戏猪大肠，都敢那存游子爱吃，你着赶紧转去房间倒来啊！我嘛要好好困啊，啊，不过因吵到大细声，我当然嘛醒过来。嗯，啊，你毋是共款，互因吵到精神啊？ 你真心着继续倒咧，上叫你插嘴，为滴无你的代志，你掂唔掂？哎，啊，我住伫遮，话拢袂当讲哦。对。哎呀，我嘛毋是要插嘴啦，我是想讲住伫恁遮，受着恁的照顾，当然嘛爱甲恁关心一下啦。啊，恁阿伯插甲尔大声。 嘛，希望你会当赶紧好好啊，所以才会加讲几句个。你爱清楚你家己的地位哈，阮这里来遮，敢那是拥胎拥神，无人会甲你当作是一份子啦。简单来讲，就是甲饲鸡饲鸭的意思是共款的。你有听过厝内的人会参考鸡甲鸭的意见？妈，嗯，还有谁要家己打扫干？唔免啦，差不多啊。 哎，对啊，妈，表舅妈妈会甲表舅做伙食饭哦。你敢有煮啥物好料的？妈，这是啥？那会看起来这么精彩？这是要给千娜炖补用的。那那迄点膀胱骨鸡汤嘞？要煮两个啊？妈。 你就用心的呢，是一定爱的啊！等你有心的时阵，我会对你更加用心。知啦，我会甲郑燕更加拍拼。嗯，安尼就对啊。不过今仔日主角是迄个个人缘的刘千娜，咱大家媳妇都要同心协力，好好甲招待。无问题，绝对可以食到够。哼。哦。 你看，人美为了这高追呢，高追有啥物路用？高人美竟然落跑，当作为一张图还阁有一个礼物，就当准拄煞，这算啥？嗯，来。哇，阁有机关呢，人美真正就有心，甲你回事的。
连伊个人影拢无看到，算啥物有心？所以，若是有看到人，阁有看到心，你是不是都怀疑完了？啊，阁有济啦！啊，阮翁仔某负荆请罪，做你的姐夫哦，我希望你莫怪人美，因为拢是我唔对啦。人家确定爱我照顶管下来安尼做，尤其是姐夫。这当然咯、做你怕啦，怕甲你欢喜。阮西，我是真心的，我之前安尼伤害你，真正有不得已的苦衷，请你原谅我。等，不是怕人美，是怕我啦，别跟人美客气啦。不是咱人美啦。人美为着要甲你维持你先照顾，你甲我冤家哦，搁搞工呢。啊，我就是照顶管下安尼去做啊。提唔着。人心不要紧啦，若是怕我，你会当就莫想起来。做你拍不要紧。你是戆大呆哦？你敢袂晓想？咱姊妹啊，有啥物通我过去？我哪有可以甲伊生气？因为我知影。迄个时阵，我无替你讲话，你有偌伤心？其实大伯，唔对，是迄个上苦的刘克全，伊伫咧讲你是蝙蝠的时阵，我实在最想要甲伊过钱，才甲伊送倒去缅甸去。啊，迄个时阵，我就出来外口要甲你讲话清楚，麻痹伫后壁，我唔才会继续讲遐话去伤害你。人生是的啦，请你原谅我。我拢了解，爱你安尼伤害我，你一定足艰苦的着。啊，你嘛无代志啊？